명함가지고있으면하나드려요네명함그여기들었다면어디공부하는학생방금말씀하셨습니다여기서저한번보신사람도있을텐데요네앞에가는데서이상월佛教在这个世间是非常伟大圆满的教育，可是佛教在现前的社会包括整个世界都趋向了没落。那么在中国1700年之前，在这个隋唐那个时代，这个中国佛教是全世界最辉煌的一个时代，中国啊、韩国、日本、越南都可以说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当时大唐的文化啊，这个带动整个国际的安定、和平、繁荣的兴旺。啊，这几千年来，有许多人讲，这是制度的演变。我自己细心的观察，我觉得制度的演变关系并不是很大。啊，真正的关键在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啊，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寺院里面制度啊。一佛如是，最重要的是领导人。中国古代确确实实有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大圣人，那他们教导我们，就建立一个国家，啊，领导也一切人民，最重要的就是教学。佛教，我们用现代的观点仔细来观察它，它是宗教，它也是哲学，它是最好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全世界的人啊认识佛教。佛教绝对不是迷信，绝对不是消极。那么在中国过去，大家都知道出家人帝王师，皇帝都把你当作老师来看待，对你非常尊重，就是听你的教诲，所以影响到全国的人民对佛教的敬奉。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道德的修养啊，学问这个提升啊，如何能够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尊重，这个是我们现前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学佛呢，一定要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以他为标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愿，将来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佛教大学。那这一个大学里面当然有很多学院，那么佛教有很多宗派，每一个宗派就是一个学院，是啊，将来宗派与宗派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都是同学，不至于排斥啊。这现在有许多这个宗派不往来，这是很不幸的一种事情。